妈妈，我要听好文章。亡羊补牢。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，一天早上他去放羊，发现少了一只。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，夜里狼从窟窿钻进去，把羊叼走了。邻居劝他说，赶快把羊圈修一修，堵上那个窟窿吧。他说，羊已经丢了，还修羊圈干什么？第二天早上，他去放羊，发现又少了一只羊。原来，狼又从窟窿钻进去，把羊叼走了。他很后悔，心想，不该不听邻居的劝告，现在修还不晚。他赶快堵上那个窟窿，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。从此，他的羊再也没丢过。